그냥 처음 본 인생이 맞았어요. 또라이 미친 여자. 韩国演员韩孝周将搭档前辈薛锦球担任第2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司仪，主持开幕式。今年的釜山电影节共邀请了69个国家和地区共301篇影片参展，将在釜山市的电影殿堂、海云台、MacBox 等5个电影院上映，其中有96部作品是全球首映，27部为国际首映。七日，韩孝周所属经纪公司对媒体表示，韩孝周确定将在10月6日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担任司仪。韩孝周曾经作为 MC 主持过 SBS 音乐节目《人气歌谣》，但主持如此大型的活动尚属首次。他将在釜山电影节上展现怎样的面貌，令人十分期待。另外，第2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将于10月6日至15日在釜山海云台一带及电影的殿堂举行。진짜만찐남같았어요지금은만찐남 진짜가끔촬영할때앞에서있으면만화같아요